媳妇驾照被注销了。天天练习科目一，一做题就犯困。妈，你快去管管你老公。他又去别的女人家住了。他要去别的女人家住了？为什么要去别的女人家住？他要去帮他搬家。去帮人家搬家？行，我去问你爹到底是怎么回事哈。小点声，不能擦就不成烂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行了，好，你小点声，走。那我们去找你爹去哈。走。啊，好，我有时间。搬家是吧？行，我一会儿是拎去，没问题。抬柜子，抬床，太晚了吧？啊，住哪里？行，好，我去。啊？干嘛？这还得住哪里？男的女的？女的是谁呀、啊？谁让你去搬家还得住那里、啊？自己是没有老公还是怎么的呀？怎么没有老公搬家不找搬家公司吗？找你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俩什么关系？他没事就打电话，又是给修空调，又是什么基本的找你是吧？下次还吃马桶？上次你不是说冲马桶的也是他吧？是一个人吧？没有啊，哪有？是不是又老又丑的还不愿意花钱的？没有，我们关系很好，没有、啊。免费的。关系很好，关系很好，跟哪个女人关系好？她就是故意的，她天天找你，自己没有老公就找你，你免费的是吧？还不花钱、啊？怎么样？她没老公，我给她找一个老公。开场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给她找个老公怎么的？省得天天的找别人家的老公。怎么拿你当冤大头呢？还得住在那儿？还今天晚上就去？几点了？应该的，该帮你帮。怎么就应该的呢？这一个人，你不去帮帮人家吗？一个人的多了，你咋都不帮呢？你怎么都找你啊？啊？怎么的？你把地址告诉我，你跟我去，就去看看哪个臭不要脸的天天给你打电话。你信不信我去把他的腿给他打？真的是。妈，你还在？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我丢。家具大的先搬走，搬的。我妈打电话，我妈给你打电话，你中间不知道叫一个妈妈？我叫了，你什么时候叫？我一开始我就叫了，我还不知道你过来了，中间打个电话哦。你别笑，说的话了，妈，啊，正好说说妈，啊，笑什么？啊，作业转一个眼睛吗？没有，故意坑我，我没坑你，给我妈打电话。我不打，说我一句，我不打，你惹生气了，我打什么？你给他打吧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又骂我。你打，又骂我，他又不接我电话。你惹生气，你打我，不打，你干什么？